大家好，我是国乐行者方简鹏。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今天既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，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我为全国观众朋友们，为老师们演奏一首诗经中的经典之作琼瑶。这首音乐作品在北京孔庙中拍摄。大家知道，孔子是中国的先师，更被誉为万师师表，而诗经包括琼瑶也正是由孔子在2500年前整理完成，所以在孔庙里演奏音乐诗经意义非凡。在这里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祝栽培我们的老师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